另外一个女生的角色在就是争这个角色，然后我就跟我们公司人说，他们有跟你说是谁吗？我知道是谁。然后我就跟我们唱片公司人说，我说就是应该选我啊，不选我选谁呢？而且我说我愿意无仇哦，你不给我钱我都去，是违禁我 OK， 这是真的，就是我就想说、啊、OK， 反正我喜欢违禁嘛，但我对违禁的喜欢不是那种要交往的喜欢，就是一种就像 MV 的那种喜，你不是那种喜欢我啦。对对对，就是 MV， 不是我单恋你，你喜欢别人。对，所以是你喜欢我。我跟你讲，你讲。我刚忘记我要说什么了。你忘了？我跟你讲，鬼鬼无仇这件事情，我有吓到。为什么？我真的有吓，因为你是鬼鬼啊。鬼鬼怎么吗？你们现在比较红哎、欸，我当然是要抱你大腿啊。No, 那个，因为我认为无仇这种东西是。我不知道，我可能想的比较肤浅一点，我会觉得无仇可能是哦，我可能比较新人，我比较菜，那没关系，我无仇演，我会觉得比较像这样，或者是我们真的好到一个爆炸好无仇演，但是因为我跟鬼鬼演，目前你说好到爆炸好吗？没有，但是我们就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对，还其实还好，但是我们就是讲话，就是我们讲话就是会有一种贱感跟好笑感，对。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因缘际会在，所以就会。对，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可以私讯。私讯我吗？还是私讯你？我应该是私讯你啦。反正就是我们有一些因缘际会，我们就开启了那扇门之后，我就觉得，我觉得伟静真的很可爱，然后我也是很真心的很喜欢他。然后其实刚好因为比较好巧的部分，是因为我们同一家唱片公司这样。对，然后我们都自己开玩笑说，我们是唱片公司的掌上明珠啊，你不是明珠，你不是啊，明灯，对，然后我们就会自己在那边讲一些就是自己觉得好笑的事情，然后自己笑的过程中，好像就感觉变得还蛮不错的。然后拍了 MV 之后，那距离就更近了。我记得好像是我们在聊掌上明珠那一次，还是哪一次，我忘记了。我跟你聊到超晚嘞、欸，你记不记得那一次？对，那天你要写歌，然后对，我想说，我们只是先随便开口一两句，然后聊了一个小时多还是什么之类的，真的很夸张哎！我笑到，然后聊到凌晨四点多，然后就啊，然后他就说哦，我哥今天都没有写跟你聊天，我说他说哇，只聊那么晚哦，这样子。对啊，我吓到哎、欸，就是我跟哥哥，我觉得就是有缘分啊。真的有缘分，然后我要讲他真的非常非常大方，你无仇就算了，你还现场然后请我们大家吃东西，我都很不好意思，我想哎，真的是我应该请，可是鬼就很快、来，你要吃什么？好，地瓜球，好，来，好，饮料，好，什么？直接点嘞、我也想说你是不是应该请，但我想说你没讲话，我想说你没有讲话那就算了，没关系，我就请。然后我还说我是不是应该请啊？好，算了，啊，那我还一个地瓜球。然后晚上还吃了一堆什么臭豆腐啊？对，然后是你请的、欸，然后你还特别点了那个什么梅子地瓜球，梅子粉的地瓜球。对，真的很谢谢你，很大方哎、欸。很谢谢你邀请我，不然我很已经很久没有，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把头发放下来的人，因为我觉得那个那不就算放下来吗？还是这个不算、啊？就是难得在你的 MV 就是直发，然后顺顺的这样。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很不像平常，很素吗？很不像平常，太有气质，我怕就是会赢过太多人。你说像赢过另外一个在甄选的女主角吗？开玩笑的啦。我跟你说，另外女主角就是年纪比我小，但是我就是脸还是可以撑。另外一个女主角，你们想知道是谁？我不要，不行啦，不要讲这个，不行啦。但是我先跟你们说，就是她的年纪比我小，但是脸其实是同样的感觉的。不安静，不一致的。但如果你找那个女主角，我怕你现场会没有话聊。我其实一开始我很害怕，我们两个大家没有人要看，我就想说、啊、
我一开始想太多，就想说天哪，我们两个好像谐星，有人会想要看吗？然后我就想，我觉得我是谐星，你怎么会有这样定义的？Hello, excuse me。没有没有，应该是说斜杠人生，就是你是演员、歌手，但是也可以谐星这样子。嗯 ，OK， 这样我可以接受，这样可以接受吧？对对对对，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斜杠的斜杠就是斜，没有，但是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拍你们这个 MV 啊，还有一个除了真的是很爱违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算是我不敢说我是老艺人，但是就是我的时代现在不是这个时代。然后我发现我好像跟伍佳晴在一起，好像会有一些小粉丝会喜欢我。然后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我的频道，我的频道快要20000人了，就是希望这个直播结束，只要在100个人，我的频道就可以破万。顺便就是打个广告，虽然现在频道只有3集可以看。我跟你讲，赶快，因为吴映洁无仇的帮忙我这个 MV， 你们都要赶快，对对对，差100人是不是？差100人。很有意义，就是你不是为了要好笑才做的，就是它你每一集都有每一集的意义，我觉得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赶快去追踪吴映洁，只要搜寻吴映洁，今天如果啊什么搜寻吴映洁就有了吗？好像打吴映洁就有了，然后就是顺便看完吴映洁之后去那个点那个我还是一个人这首歌的 MV。然后就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直点，然后就一直说伟静好帅，然后吴映洁好美，好美，真的。哎，但是你真的很帅，而且你平常是只拍左脸是不是？对，我平常都只拍这里啊。但是那个 MV， 可是我那个 MV 很多右边的脸。但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自己还是觉得差很多啦，我自己看了不准啦。那如果现在问你一题，就是这个 MV， 你就硬要让你骂，你要骂什么？硬要让我骂，我就想说我会不会许愿许太久，许到你整个人走掉，不是代表哎、欸，代表你有很多愿望想许啊。对，我想说我们好不容易看到流星，我当然许久一点啊。哎、欸，可能你这辈子没有看过流星。哎、欸，我真的我有看过，我有看。没有，我是说 MV 里面。哦、你说 MV 的对 MV 的那个人，我这辈子还没看过流星。对对，还有什么想骂的吗？我没有什么想骂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MV。因为你骂人真的太好笑了。这里面还有什么哪里可以骂？我想一下，这种的没有哎、欸。就是我们太帅哦、你太帅，我太美，这个很值得骂。这个很值得骂吗？真的。对啊，怎么会？我要吴映洁真的太过分。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人跟这么帅的人呢？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在这个 MV 里面？你好过分。对啊，怎么会唱片公司这么会找、欸？你怎么可以无仇挤掉另外一个女主角？因为就是我无仇，因为另外一个可能比较贵。叫卖你、欸。但好险是你啊，因为我后来想到如果真的是我跟另外一个女生，我怕我会很紧张，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是不认识。我不认识啊。哦，你不认识。我不认识，我怕没有安全感。就我至少我认识你，我在你面前出糗，或者是演到笑场或什么，我会觉得没关系。可是哦，你的确有那个，我就觉得我笑场，他不会觉得很尴尬，对，会很尴尬。哎、欸，但是我们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好笑的情节。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有一段，这段我们应该可以说吧，就是我还在那边现场空档的时候，因为我现场空档我也闲不下来，我就死要跟他们团队的人聊天。然后我们就在看那个 special。紫飞球的 MV， 然后我等下可以偷吗？我有录，我那时候有录限动哎、欸，但是我会静音、啊。可是我觉得应该蛮……哎、欸，那个传给你看，你看你 O 不 OK？ 好，你先传给我看。然后反正伟静就是伟静，也有一些影片在我的手机里，这样。然后如果有想看的话，请敲完的。要。不要，我跟你讲，鬼鬼超烦，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车上拍一个，就是我要我
我要深情的看着他，到后来再看没用，后来用的是我看了他一下之后，我就低头想事情又看前面，然后我深情看着他，然后他一直在那边拿手机拍我，我就说我拜托你转过去看窗户，因为我真的会演不下去。他说没有你就不要理我，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偷拍我，我觉得那个影片好恐怖哦。但是那个影片我觉得大家很想看。我觉得很恐怖，这是一个在干嘛？这是什么深情脸、欸？那个影片很浪漫呢、欸，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希望他，就是他在看的影片会觉得说，哦，我已经看的是我吗？你说故意这样什么男友视角、女友视角在那边想象，是不是？对，会不会？不会吧？那个影片不准。哎、欸，很多人敲完了、欸、怎么办？我跟你讲，你要破到之前，你先给我看一下。哎、欸，你是不是觉得我会突然哪一天就 po， 然后起床看，不是这样吓到、啊？我很怕，我很怕。哎、欸，我 好，还是我帮你剪一下。那个不就是一看而已，有什么好剪的？哎、欸，我录了四十几秒。你录四十几秒，好恐怖！不要，拜托你不要 po， 我觉得好恐怖。而且因为什么真节点是不要 po？ 因为我记得那个是我的右脸。所以它是一个四十几秒的右脸，我就说、哦、天哪，不行！哎、欸，我可以先为大家去演绎一下，就是它整段是这样。好，你看着我 ，OK。所以很糗啊，我觉得很糗哎、欸。重点是我人还在车上，我就很想问伟静说，不是、啊、鬼鬼怎么弹出去了啦？我先，你看我不是，整个人弹出去，你有没有弹得太突然了、啊？吴映洁，你完全没有真节点呢，你跟你刚顶楼走一样，没有真节点哎，说走就走哎，我手上没有写字啊，你说走就走是不是？怎样？邻居在骂了还是怎样？你好突然。直接闪退是不是啊？手机太烫哦、喔，你怎样？你闪退哦、喔？不是，我自己就往上滑，他就出去了。我想说太突然了吧？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啦。刚讲什么啊？你在说那个影片怎么样啊？嗯，我四十秒看着你啊，然后你说我在车上就是一直看着你，然后你超想说什么什么，然后就断了。我整个忘记了。你忘记了？你说我，你刚才说啊，我反正我真的四十秒都在车上，然后就一直看着伟静在那看着我，然后我就想说，不见了。我真的忘了。我跟你讲，你是不是很常别人讲一个什么，你又忘记你要讲什么了？哎、欸，对。你好长哦，我现在突然想起来。嗯，但如果你讲一些八卦，我可能会醒来。你说例如说反正无所谓了，反正那个我也觉得随便，反正就这样。还是我们先把那个女主角讲出来。不行啦，不行啦。那你不行，你要不要先说你当初你有几个女主角？总共吗？加你吗？嗯，加你有五个，总共。那请问我是我是第几选？你一直在很 top one， 你一直就是 top one， 对。那你有想过我会无仇吗？我没有想过。那你有想过要用多少钱把我请出来吗？这我不知道，又不是我出钱，所以我就会觉得。Oh， 我就觉得很有诚意啊、欸、我是真的很有诚意，因为你知道我以前有拍过一些 MV 无仇，但我拍的不开心，就是没有到非常开心，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个 MV 在干嘛，然后就是拍的人也不好。我们来找一下鬼鬼拍过什么 MV 齁，来看。你要这样说，我把那个女主角叫出来。我开玩笑，我不要。没有，你这样讲好像搞得我们好像是很讨厌那个女主角。没有没有，我们不是讨厌那个女主角，是要让别人知道说，哦，伟静原来
是有喜欢这类型的菜？不是，你们乱解释好不好？不是，而是在那个开会的选择之中，我们后来觉得你好像对我来说会是最好的，因为我真的怕生，所以还是选择你。加上我们很有火花，我们就是很像平常两个人活泼活泼的人，然后在这个 MV 突然很认真，是一种反差感，这样子。但我觉得真的找我是真的，我觉得真的超级开心的。列出来的人选我都很爱，我都很爱。但你等一下可以告诉你，等一下就是结束这个直播，可以跟我说就是有谁吗？所以你不知道总共有谁，你只知道有另外一个而已吗？对，你只知道有一个而已哦。嗯，应该说你这一个应该是第二轮了。第一轮要讲那么细吗？我想听。应该说这个有分第一轮跟第二轮，那你一直都是在这两轮的名单里面哦。两轮的名单都有你，但是因为第二轮有换了一些人跟你竞选，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哎，我不知道你现在，哎，你再说一次刚刚那段，因为有人打电话来。我说有两轮，你两轮都在这个竞选里面。对。那你知道了这个可能是第二轮的人选，因为我们就换第一轮，好 ，maybe 好，你胜出之后，我们突然可能又提了另外一些人选，然后跟你比拼第二轮。对。应该是这样子的结构啦，我不知道，我不确定。这是一场比赛耶。没有比赛，因为这些人都很好，真的都很好。那小赖有在名单内吗？有啊，小赖直接第一轮就被刷掉。不是刷什么眼，戴假发眼是不是啊？哎呦，进来，你等我一下。好好好。你等我一下，打电话，等下我接个电话。啊，你先去接电话。这个不能讲啦，因为我觉得这个讲了，好像对方可能觉得我们在数落他们。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哦，没有，因为就是它只是一个选择而已。那并不是因为哦，鬼鬼真的无仇，所以我们就选鬼鬼。没有，我们真的是讨论到就是哦，我们真的觉得。鬼鬼对这个 MV 可能是最好的人选，所以才选的，是这样子哦。所以不是谁不好，所以踢掉。No， 都很好。好，在鬼鬼出去的这段时间，他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趁鬼鬼出去的时候，这没有要讲啦，这不能讲，这绝对不能讲的。你们可以问哥的问题，或者是不然我来讲一下那个我一开始收到这首歌的时候的事情好了，因为那时候是葛大丢了这首歌给我，然后那时候我一听到我就直接选定是这首歌，然后我对这首歌有多喜欢的一个境界，就是那时候其实。好累也是在那时候出现的，然后可能唱片公司就要讨论说，哎，那到底我们要先出好累，还是先出那个我还是一个人？然后我的回答是随便，只要我可以唱到我还是一个人跟好累，我都很开心。所以我对这些歌真的是爱到不行，我不管他们的顺序。好了，好啊，也太快就来了吧。我要了，嗨！你先把你刚刚的前面的话说完，没关系。我说完了 啊，说完了，你不是说什么？我刚说完了。你要这首歌，然后怎样？就是我那时候我很爱这首歌啊，就是那时候他们在讨论说到底要什么时候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没关系啊，什么时候出都可以，只要我可以唱到这首歌，我就很开心了。那你应该是更后来就是唱完这首歌，然后拍完这个 MV 就更爱了吧？我更爱，真的更爱。然后因为这首歌的编曲跟原本的 demo 也很不同，所以我就会觉得
哇，真的就是这一切，就是这个作品让我看到它最原始的那个样子，然后那个原始的样子也很美，然后现在端上台面给大家看的这个样子也很美，我就会觉得哇，好险这个美我被留住，然后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很你谢真的谢。是一个很注重美感的人呢。我很注重，因为我平常就是自己，我跟你讲，我对美感这种东西，对艺术这种东西，我真的没有什么，你知道，那叫什么脑筋，或者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什么见地思考能力好，对吗？对对，我就是我很一窍不通，所以当每次比如说跟公司开会在聊什么美术的东西啊或什么之类，我都知道哦，没意见，你我不懂这样子，所以我都是靠团队来营造这些美感的，就是我。所以我就觉得很庆幸，大家一直在帮助我的形象跟气质，很谢谢。不然，真的，你看，如果我今天不是一个很有美感的人，然后团队也不是的话，那我会做出什么作品？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很恐怖啊。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对你的形象可能觉得就是你就是吵，但是我觉得在歌手的状就况是下，吵，吵起来呛人呢，你才吵嘞。不是，就是好，我跟维京就是吵，好，我们都很吵。但是我们在呈现一个我们的作品的时候，我们想要呈现一些不同的氛围给大家，这是我觉得我跟维京很像的事情，是因为哦，大家可能觉得我们两个可能白吃白吃，白目白目，然后吵吵的，然后讲话呛呛的。然后可能讲话有点大声之类的，但是其实我们在每一次想要表现我们的作品的时候，都会花很大的心力去，塑造这个样子，就是每一个样子都是我们，但就是给大家看到，可能有在主持人样子的韦静，或是像我有歌手的样子，或是演员的样子，就是我们都在创造我们的每一个不一样。但就是我觉得我们公司的就是团队就是棒，就是他们很，这不是要赞美公司啊，就是公司给我们非常大的空间跟可以发挥的事情，这是我觉得我跟我已经要很感谢很感谢的事情，因为唱片公司会听愿意听我们的心声跟愿意听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对，就是，我觉得我很庆幸遇到就是这个团队，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很确，我不确定我自己喜欢什么，就是我常常在工作上面，我都是觉得，哎，没关系，你们决定就好，然后我喜欢就 OK，不喜欢就这样。可是他们总是能抓到我最喜欢的那一个，所以我觉得他们反而是我的，很像我的眼睛跟手，他们去帮我。看到好的东西，然后把它抓过来，然后坐在我身上，我就会觉得很开心。他哎，们你这样讲说抓过来抓到你身上有点可怕。不是，这是一个很美的病，抓来哪里可怕？是你刚刚说把它抓过来，然后坐在你身上，啊，如果它很重呢？你有想过这种感觉吗？你不用想太细，好不好？哦，好是好好。把这个想法或者是这个 idea 抓过来，然后愿意来实行，摆在我身上，然后。刚好又是我喜欢的，我就会觉得哦，天哪，这好懂我大家，然后我就好开心，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就是啊，超级是美术白痴的人，然后我也不懂自己要什么。不会啊，但是我觉得你的美感就是，你的美感可能就不就是可能靠大家一起帮助你，然后变成最好的样子。应该说我可能还可以辨别得出啊，我觉得这个很美，或者我觉得这个还好。但是你要我从无到有自己讲出来，提供一个什么意见，说，我觉得可以做这个比较美，或者是做那个，我真的想不出来，我就是一个零想法的人。不会，我觉得这次 MV 大家会看到你的心意啦。就是他，因为韦静也是，就是我知道的过程是，韦静是有参与到所有的那个，就是很多的细节他都是有参与，包括剪接他本人也是有参与的，所以这算是一个韦静的孩子。就是韦静有跟我说过一句话说，说他从来没有拍过一首 MV，他这么喜欢。对不起，前面的导演，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喜欢是，拍了很多的 MV，但是这个是他最符合他心中想象的样子。
好像也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一下怎么讲哦，就是应该是说，是这个 MV 比较是我在个人的作品里面没有接触到的形式，就是比就较是少碰触的领域。对，因为我之前的 MV 都是譬如说对嘴啊、意境啊，或者是俏皮啊什么的，但是我自己的作品里面没有一个是真的是来讲故事的，我们真的是演一段故事给大家看，哎，你演然过《后。终极三国》吗？有啊有啊，我是刘备，没有你那个时代的终极三国我没有，我是演后来有一个改版的终极三国。哦，所以你有哦，所以你哦，其实你哦，但你蛮久没演戏的了。对，我也蛮久没演戏的，对。哎，戏魂爆发，你忘记讲一段最精彩的，那个哪一段？导演有多担心我们两个演不出来，怕我们两个会一直笑场。还提前走戏？对，还安排提一个前，什么试镜，然后我其实没有拍过 MV 要试镜，然后我我想也说好是。了，想说，哎，这不是我 MV 吗？我要自己试自己的 MV。对，然后那天我跟伟静就见面，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还没有真的有被开启那扇熟悉的门，但是还没有很开，就是可能只有这样而已。好，这样。然后后来就是拍完这个 MV 就是整个开这样子。对。对，然后我们两个还在那边公司那边试戏试镜，然后还说：“哎呀，你怎么回来了啊？”这种。讲一些碎词，然后我们两个还演了一段，就是自己 我旋们有转演转琼身。瑶，我们有演琼瑶，对对对。就是本来这个 MV 有一个，但后来没有这段了。就是我们本来要抢一个东西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就是握着彼此的双手，然后是让其实看着对方这样，是吧？而是且这个我吧？们很专业，我们都没有笑。对，我们都没有笑。对，而且还有一题我还没有说，就是我知道，我确定要拍这个 MV 前，我经纪人他是希望帮我加床戏，你这个确定不是梗吗？这不是你梗。确定要讲？Why？为什么你那么执着要床戏跟吻戏？因为我的认知里面，就是拍这种唯美的 MV，就是要，其实我只是有要求要吻戏，然后我经纪人说，那有床戏的话，床戏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想说，我就在看他，他其实是开玩笑，那我就这样看着他演，我说姐，其实我只要吻戏就够了，然后后来到现场，然后到现场我还想要死改那个脚本说吻戏，就是大家看到幕后花絮，开幕玩花絮。笑，墨花戏。哎，你不要讲，你讲那个什么棉花哦？年轻啦，连墨花戏嘞。哎，你在讲什么 Jack 哦？说我的新歌叫 Jack。我说 Jack，哎，我就说，哎，你，所以你的新歌到底叫什么？Jack，Jerk，我 Jerk，Jerk。说 Jack 啦，我说 Jack。反正就是有这一些戏码啦。就是我真的很想，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很想要当一个。不是说要吃豆腐，就是你知道，因为很少人可以亲伟静，然后我就很想要亲亲看，但是我当下就被导演拒绝了。哎，那老实讲，如果有床戏，你可以接受到什么境界？其实我有拍过有一个 MV 有床戏，哪一种？脱衣服脱得很火热的那种没吗？有，就是前戏缠绵这样，哦，缠绵哦，好对，但尴尬是。哦。那时候王，我记得我是跟好像棒一个棒棒糖的敖犬吧拍他的 MV。哎，那拍这种床戏，到底前面要怎么化解尴尬啊？哎，其实我没有拍过真的床，因为那时候当下就是说来就来，我们就是直接来，我没有任何准备。啊，对，说来就来，好所以尴我那时尬！候就希望我跟伟静可以说来就来这样子。不行，我们不要来，我们永远都不要来。但我觉得我们就是唯美的。对，我觉得刚刚好，对，但我下。就是自己，我自己会幻想说，哦，我亲了伟静，哦，好幸福哦，这样。而且鬼鬼很烦，有一幕我们是在那个顶楼要大吼啊什么之类的，因为那时候拍那个的时候已经凌晨要2点左右哎，了，我真的已经要不行了，那边。那边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就是已经不知道人不知道飘到魂不知道飘到哪里去，然后大家都在弥留的阶段，对。可是你还是很敬业的说，因为那时候很晚了，不能真的大叫嘛，他说那我们就来就是空气叫这样子。我说好对，啊，
拍起来很像超像，超像真的、欸。你真的很敬业。对，我的好名声，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而且我那天跟伟静拍到早上四点多还五点吧，好像是四点。我们拍了一次，就是已经很久没有拍 MV 啊。这样就是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叙述，就是为了伟静我 OK。就是你有看到我那个 IG 的那个 hashtag 吗？哎，有人问说鬼鬼确定不是喜欢伟静吗？对啊，我喜欢伟静有什么问题吗？你是说 MV 还是说现实啊？那个 H、我的那个我的 IG 上面有一个 hashtag 就是吴映洁爱黄伟静这样。Oh my god! Oh my god! 我真的谢谢你。哎，我觉得很浪漫呢、欸。我也觉得哎、欸，我们怎么会有？我们怎么缘分真的走到今天，然后真的拍 MV 什么的？哎，我真的没有想过会跟你拍 MV， 而且我没有想到。你要不要讲讲你对我第一印象是什么？我记到现在，我记仇记到不行。我跟你那天拍 MV， 鬼鬼才讲了他对我的第一印象，我直接回他一句三字经。来，你说鬼鬼。哦，因为我对伟静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偶像团体，主要就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哦。拽拽的，不知道在拽什么。拽拽的，哎、欸，我一直因为你讲了之后，我就一直在回想说，哎、欸，我那个时期有露出一个拽样吗？不是，你有一种，其实你不是故意拽，但是你就是因为你长得帅，你长得又高，我就会觉得你好像就是眼睛是这样看。然后。我跟伟静就是我们的认识就是真的是很荒谬，但因为这个讲出来真的太可怕，就是不能让你们知道。但是我就觉得伟静就是一个很爱装帅的人，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屌屌的，是啊，很爱装帅。但是因为这个没讲错，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很难相处的一个人哦。对，然后哎、欸，会不会真的不认识我的人都对我这个？没有啊！你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形象了。我现在这个形象已经不会让人家这样觉得了嘛，对不对？对，你现在就是大家觉得说，哦，我已经好吵，我已经在生气，他在骂人，然后他直播到底在看谁？他说啊，我每次都在看旁边在骂人，说你在干嘛？你们是谁啊？对啊，你谁啊？你谁啊？吵什么吵？吵死！吵死！走开！走开！吵死！吵死！我就哎、欸、天哪！我看你这样弄，很像疯子哎！我真的懂你为什么要说很疗愈了。因为我就会看着你，然后我每次看你直播，其实我都会默默在下面看，然后我就想说，伟静其实是不是在家闷坏了？他在到底在对谁说话？他每次都这样，我来模仿，他就这样。那些人真的以为他怎样吗？真的是吵死，怎么样？这么屌的吵死。哎、欸，我刚刚讲到哪？吵死了！哎、欸，你说，你说，我们在聊第一印象了。哎、欸，那你到底是从你该不会真的是从最近近期我们合作你才对我改观吧？没有，我是拖那么久。我对伟静的印象改观是在我那时候我去宣传我拉蜜去鱼摆的时候。哦。我那时候对你。开始改观，有两年了吧？两年前吗？应该有三年了。三年前，然后后来有一次，然后后来我有一次，我好像后来是去现场吧，鱼摆的现场。然后那时候，你好像也是比较冷漠，就是但是你一上节目，你会变得比较热情。哦，对对对对对。然后到第三次。反正我就是好几次，到第三次开始，有一次我记得那个咖啡厅还是什么，我们就开始会乱笑。咖啡厅？什么咖啡厅啊？就是你们饰演那个咖啡厅，然后我演老板娘这个。哦，你们是老板。哦，你说那个咖啡那个单元啦。对，然后后来就是到了我去叮咚午间情，我真的跟你们五个人就是紧密的接触之后，我发现我确定伟静就是我的。不是我的菜，是我决定我想要交往做，不是交往，就是我愿意。你刚说交往，我吓到。
就是我有想跟大家做朋友，然后我也私下跟伟晶说，就是我也有私下跟伟晶说，伟晶，如果我们有空，我可以跟你一起吃饭，但因为现在都还没吃成，因为伟晶住树林啊，不好意思。没关系，我是公开，我住树林的，哦，还好。是因为我住树林，就是有一点远。然后因为伟晶其实私下他说他其实是蛮宅的，我蛮窄的，因为我就是要有人约我才会出门，没有人约我对。不然是后因在为现家。在没办法，现在就是因为疫情，所以没办法出门，所以就只能我们只能线上讲说我们相识的这个过程。没错，没错。那你对啊？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对你的印象不用讲，那就是黑社会啊！我不是讲过了，我刚刚这个应该不会得罪人吧？就那时候黑社会还没有九妞妞之前，我就是最喜欢你，真因为你那时候的哦，真的，因为你那时候就是很强，你知道吗？很哎，强。我跟你讲，我现在戴这种手表啊，那个手表刚在那个，他就是这种手表，然后他就在讲说，他刚刚提醒我说，叫我放松一点，他说我现在压力太大，啊？为什么他会侦测你心跳还是什么之类的啊？对，他会侦测我的情绪起伏，这样可能是因为你跟压你力讲话就是太啊！我激讲动了，的压力很大，是不是？没有啊？你说刚黑社会，然后嘞？黑社会，然后那时候还没有九六六，还没成团之后，之前我就是最喜欢你。然后我们去学校都会讨论嘛，因为那时候黑社会就很红啊，所以就会跟班上同学说：“哎，那你最喜欢谁？是不是？”然后几乎我身旁的朋友都是选你，因为那时候就是真超的夯，哦，你一定也知道你那时候超夯，就是你夯我不爆，知道，怎么可能？我只有你那就时是，候有无名吧？你有用无名吧？可是我的无名没什么人看呢、欸，我好像没怎有么用得可很好，能？因为但我我记只得你是。那时候在我们学生，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别的学校，至少在我那个族群里面，你是最夯的，真就是的、哦。大家都最喜欢你。然后到了九妞妞真的成军，我也是最喜欢你，真的感谢你，真我们根本的。是，其实就是有这个缘分吧。然后我没想到你觉得我很拽，你想说啊，这什么差别啊？我说那没没有，关但系是了，那不一样。但是因为我只是觉不一得，样。反正因为我记得你在就是团体里面你是最会唱歌的，没有啦，还好啦。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你最会唱歌，所以你觉得你很拽？我是这么想的啦。因为想太多了，那 帮我想那么多 OS 干嘛？不是因为我就会有一些，我常常会有一些，就是一些很奇怪的幻想。但是有人问我，我才会说；但没有人问我，我就会在我的脑袋里可能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这样。哦，好了，总之我们现在真的因为这层层缘分，然后真的居然串在一起了。哎，我们是洋葱吗？你说层层缘分的关系吗？层层缘分，而我且的层我层是就是这种一层层层，两不是层那这样。种层层。对，哦，好啦，对啊，好开心哦！对啊，真的很开心。然后其实刚刚看到那个 MV，真的很感动。然后真的，最后要再谢谢你一次。哎，我也想，就是我们只、就是彼此，虽然我是无仇，但是我不会跟你说，我下次不会跟你说。你要记得，我下次不会跟你说，哎，那伟静，我上次帮你无仇拍 MV，你现在帮我无仇，我不会这样。你不会这样子，你不用这样子啊，因为我一定会这样子啊。但我是希望以后你可以，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常常合作。没问题，这绝对没对，问题的。对。绝对是那没问题。如果你想骂人的话，你也可以邀请我啊，我可以跟你一起这样。你说下次我要骂人开直播，我就说鬼鬼俩要骂人，人俩陪我一起骂，这样子。就是如果我觉得这话题不错，我就说那叫我一起进来，我跟你一起骂。没问题，好不好？没问题，我们就是反正骂希望人大直播家就约是一定要赶快去看这个 MV，这样。好。好，谢谢，谢谢谢你。谢。谢谢你，希望大家赶快去看 MV 哦。好哦，好了，你今天工作那我完应可以该请大家帮我们拍一张漂亮的图，帮我。你说截图是不是？哎，我想说一件事情，伟静今天在直播前要问了我一题。什么？他说：“你不会全妆全发吧？” 不是我是因为今天要跟你直播，我怕我太狼狈。所以，我先想问你说，哎，你有没有妆法？如果你有的话，
欸，那我可能也要瞧一下这样子。对，但今天我已经非常认真抓了头发。对，但是我妆没化，我这是滤镜，这滤镜，哦，这滤镜很棒。然后，但是头发好像长长了。对对，头发、就是、很像一颗凤梨。凤梨妈啦，凤梨，凤梨，你才要水莲嘞，你水莲。哎，你这个凤梨细皮啊！水莲，你是水莲？你说我是凤梨，你是水莲妹？你是个 online 水莲，你是水莲妹？水莲妹，凤梨，烦死！幼稚死！好啦，截个图。谢谢。你刚有人截到了吗？我还没。他们截的是我们抽的吧？我已经摆好左脸了。那我也跟你左脸。好，我是在谢谢大家下面啊，你在上面。好，那我要慢着。好了，不要再骂我了。好了，那我们谢谢吴映洁，谢谢凤梨叔叔，谢谢水莲妹，无丑女主角，最美女主角水莲妹。大家记得去赶快看完直播，再去看个两三次。没问题的，好不好？点爆他，点爆他。谢谢。伟晶是我目前最爱的男艺人哦。龟龟是我目前前三爱。OK 啊，你是 Hello， 好 OK OK， 好，你这样讲还算是就是不是太做作。对呀、啊。哎、欸，我觉得第三 OK 啦，因为我知道前面还有那个宇宙。宇宙没有哎、欸，我还说没有哎、欸。耶屁耶啊！好了，你那个手表压力太大了，你就赶快去休息。好了，你赶快再，你还要再继续吗？我继续收个尾，我就结束了、啊。好啦，拜拜。拜拜。好，我们来把水莲妹踢出去。哎呦，我跟吴映洁真的是缘分很奇妙。等一下哦。这世界上缘分真的很奇妙，谁知道我以前在看电视喜欢这个黑社会妹妹，然后最后竟然我们真的一起合作拍 MV。 然后呢，最后想跟我还要讲什么，最后就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然后我回答完就差不多了，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今天的直播，然后我等一下也好好的 po 个文。好好的 po 个文，因为我刚刚本来 po 到一半，然后就发现我自己打太多字，然后就已经要直播了这样子。有没有人谢谢水莲妹？水莲妹爱凤梨哥，凤梨哥也爱水莲妹。你是不是开美颜了、啊？对啊，我这个滤镜现在是美颜滤镜哦，就是我平常 IG 会用的滤镜，因为它完全不用化妆，然后我看起来超像全妆这样子。哎、欸，很多人叫我清唱一小段，你们让我再次准备一下好不好？因为其实从录完这首歌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我觉得，因为这首歌我自己觉得，它副歌有一句是蛮难唱的，所以我不是每一次都能唱那么好，所以等到我下次更熟悉的时候，更有自信，更每一次都可以唱我那一句的时候，我再唱，好不好？你马上闭嘴，好不好？再加上我每次到了深夜，我就会锁喉，凌晨锁喉。所以大家听完今天的我跟鬼鬼的聊天，然后加上我前面的，我自己对这个 MV 的我的理解，然后。还有我对歌曲的理解啊，我刚还有讲的是什么？刚鬼鬼中间断线，我不知道讲的什么哦，就是我说我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就是真的很谢谢，就是拉拉写了这首歌，然后葛大把这首歌放到我面前，然后还有所有人，建奇老师，然后有。做这首歌的所有的编曲啊、和声啊、乐器啊、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全部啊，
配音啊、配唱师啊，什么叭叭叭，混音师啊，噜噜噜噜，然后还有那个这次的 MV 的导演，然后还有他的整个团队，然后还有这次的平面摄影师，就是你们看到那个照片像电影的那个感觉，哇，这次真的拍得好漂亮。然后这次的 idea 就是我们想要让他，就是这些视觉都做得很像电影的感觉，就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讨论到的，所以也很谢谢这次的气宣团队企划很厉害，公司艾贝克斯公司的大家很厉害，所以还有这次的妆发服啊，就是大家都辛苦了。那我跟你讲，真的很庆幸这个 MV 是在发布3集之前拍好的，不然我觉得如果那时候没有拍，现在这个 MV 在哪里也不知道，然后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真的觉得一切都是一切的一切，一切都是缘分。有人问为什么鬼鬼在计程车上会哭？以我的理解的方式，我今天要离开的朋友，我当然会哭啊，我一定会哭啊。然后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不得不跟他做切割。我们想让彼此都好，我会哭啊，但很难过啊。等一下去听吧。没问题，反正如果你们对这首歌曲还有什么，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想法，或者是你们看到这个 MV 的感觉，或者是你觉得投射你自己的生活进去这个 MV，你看到的是怎么样的剧情，你得到的是怎么样的理解，都可以跟我分享。然后，其实这首歌，我觉得虽然这首歌的所有的角度都很像我这个人在面对孤独，或者是解读孤独的所有的观点跟看法，所以葛大那时候写给我的时候，我真的 Oh my God, Oh my God,一次过就是直接 Oh my God,太像我了吧！所以鬼鬼，你在鬼鬼消失的时候往楼下看，看到什么？没看什么，我就是往楼下看，我看楼下有没有鬼鬼啊。然后后来我是看了自己的，发现自己的手上有写字，发现他写了谢谢你，我才觉得哎不对，然后才去追他，是这样子的。为何不能当朋友？因为他可能知道我对他不是这么单纯的。把他当朋友而已，我可能真的蛮喜，我可能有一份喜欢他的心情藏在这个朋友的这个包装的这个词里面，所以他不想要，他觉得这样对我不好，对双方都不好，所以他就切断了。我自己的理解啊，我自己的理解啊，我自己的理解。还以为鬼鬼会跳楼，喂！会不会太迟才看到手？这个就是一个 MV 的剧情的安排嘛，对啊。后来怎么把字洗掉了？就是把它撸掉，撸掉，对啊。然后现实生活的我也是这样嘛？你说怎样？就是怎样？鬼不想伤害你，所以选择离开。嗯，我会这样解释。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会觉得，可能有些人看 MV，因为我自己的解读比较是鬼鬼把我当朋友，然后我也把他当朋友，但是我对他的那个朋友的定义是有点用一种情愫在包装的，所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吧？我们看你就是互相喜欢啊，或者是你就是觉得鬼鬼喜欢我什么的。但我不会这样解读，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一些关系是很模糊的。它并不是一句话说，哎，我觉得你喜欢他，或者是我觉得他喜欢你，或他喜欢我，就可以定案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喜不喜欢这种东西真的很模糊，哎，真的很模糊。所以，我才很喜欢每个人看到这个 MV 的
对这个 MV 的理解而不同，因为他就是看你生活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可能就往那边去，或者是你曾经经历过什么事情，所以你看到有一个新的理解。但是真的没有那么简单是，我觉得他有喜欢你或你有喜欢他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带过，所有东西都很模糊，然后很没有正确答案在里面。所以就算我讲了这个我的理解，它并不一定是这个 MV 的正确答案或者是正解。那只是我对我投射我自己，然后我看到这个一切我觉得的版本。觉得哪句歌词跟自己最贴切啊？我真的不夸张哦，好多句都跟我自己好贴切。有一句是我一直是那个最合群的，也依然吵吵闹闹像种本能。哇，这真的就是我哎，这是我到一个爆哎，是我到一个爆，然后。就这样一个人，没什么能失去的，觉得这个也很，就是我常常，就我常常会这样子跟自己讲话，就是在我真的很寂寞的时候，很孤独的时候，我常常会这样子觉得，就其实也没什么、啊，不就这样吗、啊？我就一个人就 OK 很好吧，就是这种在很孤独的时候，自己跟自己勉励，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不止我啦，我觉得。有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所以那歌词有一段写到，撑不撑的算潇洒，等孤独被包装，仿佛像安慰一样给我力量啊！这真的就是我哎、欸，这真的就是我哎、欸。然后还有训练吧笑声，训练吧笑声，盖过我的心声吗？这当然是比较美一点的一句啦，但是我觉得，这比较像我工作上面的状态。对，我私底下会不会用笑声来带过我的心声？好像也会，就是我会跟朋友讲聊天，然后讲好笑的啊什么之类的，就先暂时会忘记。我没有要唱《鬼鬼》，可以走了。我没有要唱啦，我今天没有要唱，赶快去给我看 MV， 听 KBox。我今天还没有准备好要唱啦，下次好不好？下次。因为每次只要首唱那种新歌啊，都会超级紧张，知道吗？他都唱超烂，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水莲妹妹，你。水妹，我真的差不多要关了。水莲妹妹，好了，那如果大家对这首歌有什么都可以分享给我。然后反正今天很谢谢大家陪我在那个。首播的时候看首播，所以很开心。而且昨天就是凌晨一上，他凌晨有一度冲到40榜的第9名，就好开心哦！就是大家真的有，在歌曲一上的那一瞬间，然后马上帮我听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会什么？所以我就真的很开心看到这样子的成绩。所以希望这几天或者之后，大家也可以常常听这首歌，然后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或者是分享给他们没有听过我唱歌的人。一直卡喉咙，因为其实就是自己会，就常常我在那边怎么骂人啊，然后觉得搞笑啊，然后什么情绪很高涨啊，什么之类的。就这都是我，然后我平常私底下也是一个就是很爱讲干话的人，然后就是一个很不正经，然后就是跟朋友就会很闹。但的确在音乐作品上面，它呈现的都是我另外一个面向。
那那些面相也都是我很想呈现给大家看的，而不是只有搞笑、只有讲干话、只有什么的。可是我就因为我自己就很没有自信，我就会心里很怕说，等一下，我就会心里很怕说大家会不会下意识就觉得哦，我已经出歌哦，那没事啊，应该。没有想听，因为他就是搞笑的。其实我很怕大家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不听我的歌了，或者是他直接就是 lost 掉我的音乐作品。所以我每次有出歌，即便它是单曲或者是 EP，我都会很用力的去想要推荐给大家，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叫大家赶快去听。然后每出一首歌，我觉得我每次都要谢谢。什么团队啊，什么？我心想说，我今天是得奖，是不是？我就不就是出一首歌而已吗？我刚刚那个文打到已经变成流水账，我心想说，我要不要就删掉，我不要 po 那个文了，我就打一句，大家去听哦就好了。我就打一大篇，谢谢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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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超怕，会不会觉得我超烦，你知道吗？可是到头过来，我还是很想要打流水账，谢谢人，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很幸运啊，然后何德何能，就是可以遇到。这么多好人愿意帮助我、帮忙我，然后让我唱到这么好的作品，然后愿意参与这些制作，然后就我跟大家也不熟啊，我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咖啊，然后所以我每次就是午夜梦回，我都会觉得啊，自己好幸福，就是可以在这样的团队里制作，不管是音乐的制作团队，或者是公司，或者是。遇到的 MV 的团队，所有我都超级无敌感谢的。对，那讲到我现在讲什么得奖感言是不是啊？我就心想说，如果我今天是别人，我一定想说，干嘛要出首歌也得什么自己的得奖是不是花掉？就是我是这样的人啦，我是这种没缺德的人，所以我每次怕我在做的事情说，会不会有人这样翻我白眼？可是我还是很想谢，对，我还是很想谢，所以。所以等一下，我就把那个流水。我好像也有打，就是真的很感谢啊！我真的超级感谢的，真的何德何能呢、欸？所以，等下就请大家多多包涵我的那个。包容，包容，我的流水账，包容一下哦。那最开心、最希望的还是你们赶快去，多听歌，多点 MV。然后我应该没有没谢到的人吧？我怕讲漏了。还好吧？这样就是谢谢我参与这首歌的所有人，这样就不会谢不到了。所有人，好不好？啊，还有鬼鬼，鬼鬼真的是，Oh my God，太棒了，倍儿棒！真的是人又漂亮，名声又好，又亲民，又是开心果，人见人爱，头发又像水莲，觉得很棒。因为我很爱吃水莲，水莲是我最爱吃的青菜，所以我其实说她水莲妹是一个称赞。如果说他是什么青椒妹、芹菜妹，我才是在骂他，因为我不敢吃。对，但水莲很棒。好，我今天真的很爱这首歌，爱到我真的没有打完哦，我是真的没打完。所以你知道我多爱了吧？好啦，差不多，我也还没吃晚餐，我现在去煮个面，然后慢慢打流水账。你们就可以要睡的可以睡，然后记得帮我。多多分享这首歌给你身边的人，或者你朋友失恋，因为最近刚好朋友失恋，我就跟他说：“哎，我刚好月底要出一首歌送给你。”那他那个 style 平常也不是会听我歌的人，但是我就是硬推荐给他这样子，硬推荐，所以我就是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可以推荐我说啊，你赶快听听我歌，听努力推歌。那就晚安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喜欢这个作品，记得跟我分享您的心得感想。晚安。